云姨娘子，张娘子又来探望我家娘子了，已经到前院了。要不，您去拦一拦她，莫要让她打扰了我家娘子养病。她昨日不是刚来过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今日刘子子不在，我去打发她走。 子子还在昏迷中，张娘子请回吧。云娘是库迪夫人的妹妹，却和库迪夫人一点都不像。我好心来探望夫人，难道这就是夫人交给云娘子的待客之道？我说不过你，总之子子病着，没法招呼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带了那么多名贵的礼物来探望夫人，就算见不到夫人，走了那么远的路也累了。云娘子好歹留我们主仆俩喝口茶吧。 进来吧。这茶也喝完了，你们主仆俩是不是该告辞了？我看云娘这快言快语的性子，真是和库迪夫人一点都不像。据我所知，库迪夫人只有一个亲妹妹。 嫁给了河东公府的世子，后来病死了。不知道云娘是库迪夫人的堂妹还是表妹，是否也姓库迪？这与你有何干系啊？自然是不关我的事，只不过认识云娘那么久，都不知道云娘的姓氏。我看云娘个性坦荡，不会连个姓氏都要藏头露尾吧？好女子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阿史那云衣。 我千辛万苦，想趁那库迪氏病重来寻找云衣的错处。那柳如月是个精明的，防到滴水不漏。可云衣自己却是个没心没肺的。娘子知道了云衣姓阿史那，就这么高兴吗？如今大唐正在跟北部开战，云衣是北部人，隐姓埋名在西州城，自然是非常不妥的。往重了说，那就是细作，处死都不为过。我总觉得司马对那个阿史那云衣。 终是与别的女子有些不同，可她是北部人这一点，就与司马绝无可能。娘子，那咱们还不快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司马？我总觉得应该将此消息告诉都护更能妥一点。我刚才莫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吧？他那个一脸得意的样子。 抓到我什么错处了？琉璃，琉璃。 谢天谢地，娘子醒了，快去请韩医师过来。子子醒了。
夫人已经并无大碍了，只是还要再多服几日药。多谢韩医师。韩医师开了方子，早些休息。晚点我再派人请你。小丹，送下韩医师。 安妮，你去和安家说一声。是。芸娘，你去和司马说一声，这几天他日日来询问琉璃的情况，你让他放心，琉璃醒了。好。子子好不容易醒了，我不该拿自己的事烦子子，我去给司马送信。 意思是说，裴长史家里窝藏了一个北部女探子，而这个女探子还在一直苦苦纠缠着玉郎。正是，那女子名叫阿史那云衣，是北部贵族，一直隐姓埋名，藏在长史府，又对司马纠缠不休，可见居心叵测。既然是隐姓埋名，可你每天都待在深闺里。 又是如何知晓的呢？此事关系到长史夫妇，可不能胡说呀。芈娘与长史夫人素有往来，那女子就待在长史夫人身边，芈娘这才有机会探知。芈娘也知道，身为女子本不应该过问这件事，可事关西周安危，又关系到司马英明，芈娘这才来告知都护。 芈娘对司马的维护之心，我是知道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严查此事。都护，事关重大，芈娘认为应该将那女子抓起来审问，她潜伏在西州城，有何居心？ 至少也应该将她逐出西州城，以防万一。云一。 看你神色甚是不安，可是库迪夫人那边出了什么事？子子已经醒了，韩医师说，只要静养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夫人吉人天相，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是云姨有事，不敢打扰子子养病，这才来找刘子子拿主意。我说漏嘴了，张敏娘知道我的身份了。 想来现在，张敏娘应该已经告诉到司马那儿去了。刘子子，你说，司马会信我吗？玉郎，哎，听闻裴长史家中住着一位姓阿史那的北部女子，你可知道？儿子知道，她是北部尼什部首领的女儿。 自从他来到西周，我便调查过他，是苏定方将军安置在裴行俭家的。我想，定是从战事上来考量的。嗯，我知道你行事向来周密，定不会跟一个北部探子过从甚密。北部探子，库迪氏待阿史那云衣亲如姐妹，如若他真的别有居心，以裴行俭夫妇的精明，怎会留他于家中？ 还有，何来与我过从甚密之言？为父自然相信，你不是因色废公之人。琉璃。
我先去屋外洗漱一下。 娘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这回你病得凶险，把我们都吓得不轻。郎君这两日都没曾合过眼，什么事情都不让婢子们去做，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。娘子，你若是不好的话，恐怕郎君想要熬不住生病了。正是，前两日。 娘子的手脚冰得唬人，阿郎听韩胤是说娘子的身子要暖着些才好，竟二话没说拿自己当了暖囊。嗯，难道梦里那份温暖安心，竟是这样来的？玉郎。 方才为父见你在言语之间对那个女子多有回护之意，哎，莫非我儿终于开始怜香惜玉了不成？阿爷，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我方才说的都是实事。那阿史那云衣。 虽然出身于北部贵族，但只不过是一个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弱女子罢了。以她这样的心智，说她是北部探子，儿子打死都不会相信的。阿爷怎么关心起西州城的小事来了？哦，还不是美娘告诉我的，否则我怎么会知道？ 师说了，少吃甜食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吃这个东西就是，剥起来太麻烦。现在恐怕不是司马信不信你的问题，目前正是北部叛军与大唐开战的多事之秋。 他身为西州都护府的司马，恐怕只能以大局为重。那他是会抓我，还是会杀了我？云姨，你先别怕。此事我们还是要找裴长史商量办法。我阿史那云姨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也没做过对不起西州的事儿。子嗣和子夫好心收留我，我不能连累他们。 云姨娘子这边，司马，云姨娘子说有急事要见你。云娘找我有何事？找个没人的地儿说吧。啊，好。
找我何事啊？你既已知道我是北部人，不抓我吗？我当是什么事呢？自你进入长史府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要抓你的话，不用等到现在吧？你相信我不是北部的探子？以你的心智和性格。 当不了探子的，你这是拐着弯的骂我傻？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可贵，很好啊。去吧，安心的住在长史府，我答应你，你在西周一天。 真的会护着我吗？当然会了。哎，这天气这么凉，你怎么穿的这么单薄？ 先起来吧，啊！我送你回去。 见过司马，刘子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云逸，你没有惹祸吧？我回去再跟你说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子子醒了。 舒服点了吗？
苏定方将军来看您了，郎君正带着苏将军往这走呢。我这病恹恹的样子会不会吓到义父？怎么会，娘子都养了七八日了，气色好多了。娘子，恩师来了。琉璃让义父挂念了。都是义父不好，若不是我把守约拘在这营中，怕也不会有今日之事。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自己，与义父有何关系？以后一定要学会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，听医师的话，切勿着急下床走动，按时服药。义父不多逗留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让守约陪我去后院走走。守约，替我好好招待义父。嗯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守约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想瞒着我？我是琉璃的义父，你师娘日日为他牵肠挂肚的惦记他，你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耍什么花枪啊！难不成他这一病竟能大伤元气？倒也不是因为这一病，一是道德的身子太过虚弱，自刺上可能有些艰难。刑检绝不会辜负琉璃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不愿纳妾使婢，这也算不得错。可此一时彼一时，子嗣是何等的大事！裴氏子弟众多，弟子若命中无子，那过继一个便是，又怎会绝后呢？不瞒恩师，前两日弟子心里才想过千百遍，只要琉璃安然无事，弟子此生别无他求。好不容易他渐渐好了，我感恩还来不及，又焉敢奢望太多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为师也就不多说了。照顾好琉璃，军营的事务由我处置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多谢恩师成全。夫人病了这些日子，司马多次探望，还送了这么多名贵的礼物。守约替夫人谢过司马。守约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问过了韩医师，他说小夫人虽然好了，但是不能伤神劳心，还需要多静养。
除了这些补药，我还带了些自己做的小玩意儿，给嫂夫人解闷。司马有心了。嗨。不过守约有事，想拜托司马。何事啊？一则，夫人现在需要静养，若有礼数不周，还望司马海涵。二则，有一些言语，我不愿传入他耳中。守约放心，此次是我有负所托，就算嫂夫人没有怪罪，我内心也着实有些不安。西周那边的官眷，我也会让庶母代为转告，让他们不要再多事了。多谢司马体谅。哎呀，有劳韩医师亲自煎药了。其实煎药的事情交给阿尼或者裴府别的婢子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东家。这个是我特意给你煎的药。特别适合你的体质。现在温度正好，你快喝了吧。我身体强健得很，倒是你，每天给大娘诊脉熬药的，已经够辛苦的了，别再特意为我熬药了。最近夫人病了，你日夜照顾她，身体虚弱得很，你必须要补一补。我是医师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。就是不想你太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你做一切我都不觉得辛苦。韩医师。啊，张氏，今日夫人脉象如何？夫人的脉象呢已经有好转了，今日呢换了副新方子，之后呢要以补气养身为主。马上天气就要变暖和了，夫人的身子呢应该就会和往年无异了，只是需要时时调养。日后还要多多劳烦韩医师了。不敢当不敢当。张氏，我还要回药铺开方子，先告辞了。好，请。什么好事啊？你们是才这么高兴？你猜。可是韩医师说你大好了，日后再也不用吃那些苦药了。哪里的话呀，只是说换了服药吃而已，也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你吃到什么时候，我就喂到什么时候。你不用去营中吗？昨日义父过来可说了什么没有？你没有大好，我哪里也不去。恩师说了，让我不必挂念那里，先好好照顾你。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们适才在笑什么？你再猜猜看。你也有猜不到的时候啊。阿尼要向韩医师学着针灸之术呢，韩医师已然应了。咱们家以后要多个女神医也未可知啊。那针灸之术韩四竟然应了。我怎么听闻
这针灸之术是医家不传之秘啊。正是，我也是吃了一惊。一开始啊，韩思是不应的，但是阿紫一劝，韩思马上就松口了。你没见韩思那张脸变像煮熟的虾子一般？这么说来，以后我们看到韩医师要称一声子夫了。说起这个事，我倒是要向你讨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还要你向我讨？你不是把阿成放凉了吗？嗯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小谭和阿妮都转了凉级，你不许不应。只要你高兴，把这一宅子的奴婢都放凉了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此事不急，待找到妥当的人伺候你再把他们放了好不好？我已经问过他们了，他们都愿意留下。我也想过了，只要他们肯在这里，日后给他们发工钱便是。他们什么时日要走了，咱们再去挑人也不迟。我从来都不大喜欢有事没事身边一堆人。嗯，此事你做主便好。只是我们宅子里终究人少了一些，过两日等闲的时候再去挑几个人，好让你也省些事。这个院子里也就我们俩，要那么些人来做什么？说来阿妮她也是为了我才想起要学这针灸之术的。都是我不好，那日我学着韩医师的手法给你艾灸了一番，到底还是生疏了一些，在你背上留了几处红印，肚脐那里也烫起了三处泡，这两日才好了一些。阿妮定是想着你日后要长期调理，需要那针灸之术，所以才想去学这门本事。其实也并不怎么疼，只是那一日倒是难为了你。琉璃，我不是介意韩医师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一则，那韩医师为人迂直，看他举止还未动手，现已乱了，所以还不如我动手来的稳当呢。二则，谁让你平时这么害羞，穿衣洗浴都不叫人伺候，那艾灸又不好比用针。我看那韩医师的手法也没有那么繁复，那几个穴位我大致认同，所以我便试了一试，没想到终究还是差了一点。原以为他到底是有些不愿意旁人动手，原来是体贴我醒后知道了害羞尴尬。如今好了，阿妮学了这针灸，日后便好。不行，就算阿妮学会了，她早晚也要离开的。改日我还是登门拜访，向韩医师学了这针灸之术。你每日这么多公务缠身，哪里还有时间？要我说，阿妮。我听小谭说你又闹着要出去啊，你好好听话，乖乖养着，我给你读故事听好不好？嗯。这书中怎么会有一张过锁？你瞧瞧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的？是
是前些日子发的，怎么会裹在书里面？莫不是安家阿紫的？这过锁补起来特别麻烦，还是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吧。你再瞧瞧。这纸张不对啊。从去年夏天开始，西周的过锁就不用黄麻纸了。这裴章时果然目光如炬，这过锁是小女子画的，若无此物，阿紫怎能去得了军营？只是做成之后才想起，如今西周公文用纸已是换了，只得重做一张，这一张大约顺手便夹在了这本书里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原本是保障线，但是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这官家的文书怎么能做呢？要是让外人知道，那还得了？下不为例。这过锁从西周到军营要盖十几个印章，若是在一处被发现了，那就是惊动一方的大事，到时候别说阿紫脱不了身了，你我都会有麻烦的。你都瞧不出来，谁还能瞧得出来啊？不过我看你一路上过城时只需拿出一枚邹鱼便好，那又是什么？那是船符，官员凭借船符和任职的告身就可以出入城门，入住驿站，飞骑传递军情时也是靠着它才能沿路换马。这过锁到底还是太过麻烦，又要入城盖印验章，又不能动用驿马，日后得闲了我还是做个船符出来才好。你已经做了过锁，又要做船符，你还要做什么呀？你莫不会想做兵符和函书用来调动兵马？我要调动兵马作甚？再说这船符用过便用过了，不会有人去查，可那兵符事后却有人是会去查验的，我做那物件出来岂不是自找倒霉？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还真的当真啊？那奏谕乃是铜制，又不是文书，我再有本事又如何造得出来？这事儿只怕要找屈崇玉，却不知他胆子够不够大，口风够不够严。听说这次他内疚得很，也许能想法子说动他。原是我多虑了，这西周是有些人有求于你，也亏欠于你，但是可没有人像你这样不知国法，肯帮你把这船符做出来胡闹。这不就是圣人前几日新封的安抚大使阿史那不真给你送的旧吗？你看半天了，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？没什么不妥啊。君母，你把这酒给裴长史送过去，他是懂酒之人，应该能尝出酒的好坏。送给裴长史啊？你我都曾远离家乡，寄人篱下过，应该能够明白那种思乡之苦。我想一次酒让他解乡愁。我懂，你是要用云衣娘子家乡的酒去解裴长史的乡愁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？去监工吧。还有啊，静娘走了之后你好像变得很开心啊。胡说，我抄着呢，相思愁。娘子小心。娘子，咱们隔三差五的就来探望库迪夫人，可人家并不领情，一直以夫人身子未愈推脱不见，娘子为何还要坚持来呀？你不懂，裴长史深得西周百姓人心，他的师父苏鼎芳将军如今又被圣上封为了屹立道大总管，如今这西周已是他们师徒的天下，我多与库迪夫人走动那是识时务，她见或者不见我又有何妨，反正我关心她的姿态要做足了。还是娘子英明。哟，
见过赵娘子。王明府也来张师傅啊，真是巧。不知司马有何吩咐？司马请我给长史送酒。看这酒壶上的雕花极为精致，这应该是北部贵族的盛酒用具。莫非这酒来自北部？